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公告讯息已经结束了，就用这种方式我们就是公告讯息，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刚设的主题这边就有个公告讯息主题。 OK， 你可以是只看这个跟这个有关的一个主题。好，那接下来呢，除了公告讯息是我们常会做之外，第二种就是我们会做建立作业。我们点一下，然后建立作业的时候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写说课堂练习一，好，然后呢，你这边可以去说明其介绍和维多媒体设计。好，所以呢，当然你也可以去夹带你的档案，好，让同学可以看到你的题目。接下来呢，这下面有一个是说缴交期限，这两个选择，一个是没有缴交期限，或者是呢你要设缴交期限，比方说我们就设今天，你这边还可以选择时间，好，比方说你自己打下午，好，10点，好。那好了之后呢，接下来一样我们可以再建一个主题，课堂练习。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这下面有三个，那跟公告不一样的话，可以看到出作业有分三种情况，第一种就直接出作业 OK， 然后呢假设呢这样的作业可能我希望是明天，或者说我有些作业是希望设定讯息，好，或者还没做完，我可能先做一个草稿，那就会有其他选项可以选。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比方我们先建一个作业，再建另一个作业 OK， 交交的时间明天 OK， 主题课堂练习，这边有个出作业，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等一下倒三角这边有个安排时间，如果你确定是明天就要出，把这作业 po 到你的 classroom 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安排时间。好，那你安排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诶，可能是明天上午的时候才出现，所以安排时间。那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诶，目前我们在 classroom 是看不到这个作业，它存在哪里呢？在这边已存的讯息一会看到我们刚刚的作业，那如果你想要去处理它，点它，好，就可以重新编辑，或者呢，你可以取啊，再重新安排你的时间，好，比方可以改一下，OK， 安排时间。那当然就是说除了安排时间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是可能我在做的过程当中还没有确定这个作业是否 OK， 那我们可以先把它做储存，所以一样到了我们的右下角十字的时候，建立作业，好，一样我们的缴交期限，好，这时候我们可以按储存草稿。那这个话原则上它只是一个草稿，因为你还没有做最后的确定，你可以不用发布出去。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话就是我们讲的出作业的模式。你可以呢，第一个你已经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很快出一个，或者你可以预先排定你要的作业的呈现，或者你还未确定的，你可以作为做成草稿的模式的储存。好，那接下来呢，第三种就是建立问题，我们点下去，好，一样好，把问题打进去，当你打完之后呢，接下来一样，你可以这边可以看到，
可以用简答或是单选，比方说用单选的话，就可以它其实跟就会加入表单的概念。第一个会还好，不会 OK。 那这时候呢，如果都完成之后呢，一样你可以再建一个主题，课堂提问 OK。 好，所以可以看一下这样完成之后呢，一样我们这边有三个选项，你是要提问吗？马上提问，还是要安排时间，还是要储存草稿？那我们就马上提问 OK。 那可以看到马上提问呢，你可以点下去，哎，你会吗？好，看到你，因为我们是老师端看不到，那学等一下我们可以用 demo 用学生端的方式来进来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提问之后呢，你可以发现这一块就是我们提问的模式。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大部分都介绍了有三个功能之后，还有一个叫重复使用讯息，我们再点下去，等一下重复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里就会看到你的课程。好，接下来我们就写我们刚刚设计的多美课程。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哎，可能这个课程的讯息我比较常用的是这个，可以点它。好，你就可以重复使用。那重复使用的原因就是可以方便你不用再多打很多事情。好，你可以它，你就可以很快速的建立你的一些相关的接下来一样，我们就可以用解答。好，那这样子就完成安排。好，安排时间，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完成所谓的一个互动。好，那我们 Classroom 的基本的应用大部分都介绍完毕了。那当然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这边的 Classroom 这边就会，如果你有是安排时间的，这边就会出现。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你的主题里面可以分类。好，那我们可以讲课堂提问，或者我们讲的课堂练习，它都单独去看你刚刚所设计的内容。好，那看了下的话，在这里面有一些说，假设我们这个课是有多个老师授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加呢？好，这边可以看到关于。如果这边呢有呢，这个课程是有一个以上老师的话，你可以这边有个邀请老师 OK。 那你就可以把呢你真相关的老师把它加进来，那就按完成就可以了 OK。 那除此之外呢，在这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像这个表头的图形，我们也是可以去更改，所以我们可以选取图案或图库 OK。 打勾选取课程，它就会变动了，它就跟着做变动。好，那除此之外呢，这里面呢，我们想要改这个名称的话呢，一样在这边按编辑，在关于里面课的名称，我们按这点点点，然后编辑之后，你这边可以去修正。然后比方说，我们可以再加一些资讯，按储存。好，那当然，如果你要改这个课的话呢，请你一定要回到课程的第一页。好，这个课的名称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来这边选择右上角这三个点之后按编辑，好，这边可以去再改一下。按储存，好，这边就会跟着改变动。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话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 Classroom 的应用。